欢迎嚟到今个星期嘅一个嘅 MHK 每周通讯啊！阿超哥，你喺呢一个嘅澳洲有冇俾人当你系一个嘅 legal alien 啊？唔系 illegal， 系 legal alien。冇喎、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外来啲人佢哋非法移民啊，特朗普用个 term 叫 illegal alien 啊嘛。系啊，咁啊，即系配合翻我后边嗰只 alien 啊嘛。咁、okay. 我睇下你而家你系咪俾澳洲人当你 alien 咁样去处理啫嘛？我哋 Asian 唔系 alien， Asian alien 系啦，睇未啊？系啦，我未睇喎，直头咧我唔知道咧，原来有套咁嘅戏上添啊，即系几倍啊，即系好似而家屌你跌落咗一个墙内嘅感觉啊，即系自己而家屌你，又我知。你日日掛撚住睇香港嘅新聞，你點知道世界係點撚樣啊？睇多啲外國嘢啦。我係日日掛住咬住江文蔚啊嘛。係咯，你日日都掛撚住咬住江文蔚，有得睇冇撚得。喂，嗱呢套戲咧，我見有少少 trailer 啦，咁但係我又唔知道原來呢套係全新戲喎，所以我就跟住我又見你同阿的操去咗睇啊嘛，咁你睇咗之後你覺得的操仲有阿偉哥都睇埋啦。哦，偉哥都睇埋啦，係咁啊！偉哥就當然就係好聰明啦，放眼咗世界，係嘛？即係雖然身處喺依一個嘅輪陷區，但係佢嘅身體嘅靈魂嚇、即係分隔噶嘛。佢靈魂就放之於國際，係嘛、你就唔同你嘅身體就放之於國際，但係你嘅靈魂就局限一個小漁村，咁冇計嘅，好唔同嘅。嗱，睇咗呢套戲，好似安安街街咁樣咯，坐喺呢個海洋公園入邊咯。係啊，冇人坐，你好似安安街街，你叫超超啊嘛，你係啊。咩？嗰只新龙猫如果两只死剩一只嘅，咁不如叫超超啦。我都唔知嗰两只可唔可以即系保得住咁啊！一阵间我再讲个 topic 啦。系，攞翻电影先，攞翻电影先啦。咁阿伟哥就睇咗，咁我就同阿伟哥讲、千祈唔好剧透，剧透就死全家。点都要等我睇埋先，睇埋咧，我哋就一齐可以剧透啦。咁啊，嗱，我就当然唔会剧透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就、系、是、你入去戏院睇 Alien 嘅戏，咁啊离不开几样嘢嘅啫，一大堆嘅人。然後見撚到嗰啲閪面蟲，嗰啲閪面蟲就飛嚟飛去嗰啲，即係甩住塊面，跟住就伸咗碌嘢入你個口裏邊播種，咁然後喺呢個身裏邊咧就係、孕育一隻嘅異形嘅呢個胚胎，然後就爆出嚟，咁啊變咗異形，跟住哇追啲人去殺啊，咁、個橋就一定係咁樣樣噶，係咪？咁你 expect 到咩嘢啊？唔通只 alien 會即係同你談情說愛啊？只 alien 裏面教你點樣去選特首啊？唔會咁樣噶嘛，係咪先？都係咁啊！入邊咧寵物係啊，或者仲有寵物係唔會咁噶嘛？咁所以一定係咁嘅氣鬼噶啦。咁你唔好同我講咩新意啊咁樣柒柒嘢嗰啲，唔好講咁多嘢係嘛？但係你中意異形嘅，即係如果你對異形，我1979年開始第一套 Sigourney Weaver 已經佢做嗰套嘅。異形我已經好中意噶啦，嚇！我記得一直到最後嘅 Alien 一二三四個套套都睇曬，嗰啲 Prometheus 啊，嗰啲乜撚嘢嘅 Conference 啊，啲全部我都睇撚曬嘅。咁啊，所以我就係標準一個異形迷。咁你話我一定要入去捧場，一定係冇撚辦法噶。我連 Alien vs Predator 我都睇埋嘅。OK， 咁你話呢套戲我要 expect 啲咩嘅嘢咧？咁樣，咁呢套戲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咧。如果你 Alien 迷要入去捧場去睇咧，得一個原因嘅啫，你係咪熱離屎葛？嘅依一個嘅最元祖1979年嗰個第一套嘅 Alien 嘅忠實 Die Hard fans， 如果你係就入去睇啊！你知唔知我講邊套啊？尼斯哥第一套1979年，1979年，哇！真係好耐咯，真係冇乜印象喎。我淨係記得係第二、第三集啫喎。你細路你真係太年輕啊！第二集就係 James Cameron 拍嘅 ，OK， 嗰套就如果你想睇到好似 Aliens 嗰套叫做加佢 S 喺嗰套咧，咁你就唔好入去啦，因为唔系嗰个版本嚟嘅。OK， 咁但系咧，佢依一个嘅新嘅依一个嘅Alien Romulus 咧，就系全纯粹咧系接驳翻喺1979年嗰一集嘅 Alien 手炮元祖打后嘅20年嘅太空里边嘅发生嘅。咁诶，即系当然亦都系有个烂船，咁然后跟住里边有一啲嘅異形的胚胎，然後那些閪面蟲這樣夾人，就是這樣發展，詳情我不說了。但好看的地方裡面，其實電影的鏡頭、那些 SFX、還有整體的這個緊湊的這個氣氛，還有都很跟回列尼史閣當年執導的這個異形那種的格局的、不很複雜的這個劇情，很懸疑，鏡頭的運用很緊張。咁啊，亦都當時即係佢哋初
創造嗰個異形嗰個嘅世界觀啊，嗰種嘅 art direction 啊，嗰種嘅科技啊，嗰種嘅感覺係跟到好足嘅。咁所以可以講咧，就係1979年嘅異形嗰套嘅第一集嘅真真正正嘅續集嚟嘅。睇起上嚟咧，你係好似好有一氣呵成嘅連貫性嗰種嘅依一個嘅感覺嘅。咁所以如果你中意1979年嘅列尼史葛嘅嗰依一個嘅片集嘅異形咧，你會好滿足入場去捧場睇呢套戲，毫無冷場。兩個鐘頭鬆啲嚇，咁啊我係用一個嘅瞓覺指數咧，你都知近排我係成日入去睇電影都會瞓覺啦。你上次睇過咩戲啊？上次我睇戲都冇，好在我上次睇戲就已經係睇呢個Inside Out 2，就係同小朋友去睇。咁你驚啲人拐啊？啲細路仔，你焗住只及住啲細路仔，打醒十二分精神啫。即係其他啲戲，即係譬如好老實講啊，哇！嗰啲 Marvel 嗰啲嘢，我瞓著曬咁滯。Ghostbuster 第二集我瞓咗70%，係嘛？即係 Oppenheimer 瞓咗15%，即係嗰個嘢三個鐘頭，我瞓15%都其實真係都算係咁啦。咁我今次冇瞓覺，完全冇瞓過。Top Gun 我都冇瞓過，Maverick 嗰陣時我都冇瞓過。所以呢套戲咧好緊張啊，冇冷場位，全部用新演員，本抌曬喺嗰個嘅特技啊，同埋個拍攝嗰方面啊，我諗嗰啲演員就即係有限成本嘅啫。咁但係拍出呢一個嘅尼尼史葛嗰只嘅風格嘅，咁所以咧，亦都喺好多嘅鏡頭裏邊咧，對過往嘅一啲嘅異形嘅電影啊、Prometheus 啊，好多嘅唔同嘅曾經異形嘅系列嘅電影裏邊有一啲嘅經典鏡頭咧，佢都有一個嘅致敬嘅。咁如果你係資深嘅一啲嘅電影迷咧，就係見到呢一個嘅導演在這集的電影異形電影裏面有很多的心思放了下去。如果你問喂這個電影出來之後會不會有很多異形迷要預錢要買很多的這些figure action figure 這樣呢，就幸好他今次沒有特別太多的一些異形變種，竟然但會有一隻新的異形的變種，這隻就是九成出第一隻很噁心的這隻異形變種。咁大家又打醒呢一個十二分精神啊！而且你頂得咁撚核突嘅一隻嘅異形咧，你至好去考慮。但我依家覺得就會必定係會出嘅啦，我自己覺得。咁呢套戲需唔需要重温翻呢一個1979年嘅電影先？喂，我覺得如果你1979年嗰集嘅異形你都冇撚睇過，或者冇喺明珠台翻睇過，或者自己冇擁有呢一隻嘅影碟。咁你都閒人啦，不過咁嗱，我就帶埋阿油頭哥入去睇。咁油頭哥細我一大截，佢80後嘅。嗰八十號就未睇過異形第一集嘅，咁如果佢入去睇咧，佢當一個全新嘅電影去睇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完全係 OK comprehend 到啊，瞭解清楚發生啲咩嘢嘅。OK， 係喎、哦，咁我都睇咧，即係見啲人都講，即係話，即係嗰個叫爛番茄指數咧，都唔係話啲乜嘢，咁啊，同埋就係話，即係對比起呢、這個當時異形第二集啊續集啊，即係呢一套戲咧，即係都即係。都不差得過呢一套喎，即係咁樣賺到咁好喎，係啊，有機會，所以好睇㗎。即係我近排睇過兩套戲，有一套戲就叫 Long Legs， 咁我就唔中意嘅，因為咧 Nicolas Cage 就是做魔鬼，做到出神入化嘅。Nicolas Cage 咧，即係佢而家越嚟越走異端咧。對上一集一套電影，我係捧佢場嘅咧，佢就扮吸血殭屍 Dracula。咁嗰套戲咧，佢亦都係扮吸血殭屍，扮撚到出神入化，好撚厲害嘅演技，即係值得攞獎，但係冇人提名啦。今次一個 Long Legs 咧，我覺得佢都有機會會攞獎嘅。咁但係嗰套戲咧，我瞓咗67%到啦，即係，但係我就唔中意嗰套電影嘅，因為嗰套電影係歌頌魔鬼啊，同埋即係 emphasize 魔鬼係會戰勝所有一切。咁我覺得佢美化咗魔鬼嗰個形象，咁對我嘅宗教啊，或者對我嘅永遠都相信正義必勝嘅呢一種嘅睇法咧，就唔啱河車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中意嗰套嘅電影，咁但係都經歷嘅。咁但係呢套戲就係我你都知道我平時都好攰啦，超哥。唔好忘記，我琴日入去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我係朝頭早錄完落魚潭，跟住又要車出車入嚇，做好多勞動嘅工作，再碌街，仲要碌街。喺即係冇未食嘢之後就衝入去睇，其實就飢寒交迫之下就會瞓覺嘅。你都知㗎啦，一熱啦，熱完之後出完汗啦，肚餓啦，裏邊有冷氣啦，黑掹掹咧。咁你会病喎，首先系，唔系要瞓着咗先，瞓着咗人成个放松晒啦，咁啊好容易俾外邪入侵啊，列大夫中医教授就教唔少啦，系嘛？咁但系呢套戏我系完全精神，睇完之后仲好肚饿添，仲走去同阿的粗啊，同阿油头哥打攣，咁啊，所以呢套嘢我值得推荐。点解今日嘅 MHK 每周通讯咧就推荐俾大家，记得入场去睇，好嘢嚟噶。
係咁啊！我哋澳洲睇戲咧就都誒，頭先你講起食嘢咧，我哋都幾咩嘅喎？我哋啲人咧，即係除咗好似香港所謂即係炮谷啊，嗯，啲跨拉咧，我哋仲有啲咖啡啊，熱狗啊，甚至乎咧有啲友仔咧就會長差唔多帶個午餐入去食啊！我好懷念咧，以前喺香港睇戲咧，有燒賣食啊！啊，都系啦，系啦，即系呢边就冇啦，系啦。我哋呢边就嗰啲戏院咧，可以讲下都几得意嘅，但系可能文化唔同啦。第一咧就系呢边咧啲戏院咧就好大嘅，基本上有可能六七个影院咁样，仲要每个影院咧唔系得四五十个位嗰啲嚟嘅，每个影院二三百个位，好卵大嘅。咁啊，跟住咧，但系咧通常咧系得一个员工嘅啫，系一个或者两个，系啦，如果平日得一个。咁、那、嗰個人做啲咩呢？就係、是、買飛、沖咖啡，咁啊跟住咧，佢就會，如果你要炮谷咧，佢就會俾個兜你，咁啊你自己各隔離，你中意裝幾多就裝幾多，佢又唔撚理你嘅，咁啊冇人查飛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平日咧，我聽翻啲本地嘅朋友講，佢話細路嗰時候咧，好多僆仔咧都會自己偷偷地咧入去啲影院睇戲，因為真係唔夠。嗱，依家咁樣講，第一。你冇辦法控制佢，佢通常俾咗啲炮谷你，或者俾熱狗你之後，你嗰個杯咧就任你去飲汽水嘅。幾多人咧未入去之前咧就飲撚咗好多汽水，再飲嚟再杯，係啦，佢入去。係啊，好啦，係啊，都係咁樣嘅。咁另外咧，佢哋買一張飛入去咧，因為唔夠員工嘅情況之下咧，譬如你而家睇我哋睇九點半咁嚟計啊，七點半都未計啊，睇完就係九點半啦。咁啊九點半咧，啲僆仔咧或者啲撲街仔咧就好興揀啦。旁邊附近啊，邊套戲院即係睇下啱啱九點三個字開場啊，或者係九點半開場啊嗰啲咧，佢就即刻鼠入去人哋嗰啲戲院度啊！即係啲人查曬飛入咗去之後咧，佢就自己鼠入去咁去睇多場戲嘅咁樣。咁但係都係當然查飛都唔查而家，查嘅。所以我當然即係建議所有啲香港移民過去嘅朋友就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因為人哋都係有一個叫做 honor system。咁另外咧，我都好希望各位老友記咧喺外國電影院睇戲咧就。做翻一個公民嘅責任啦，或者一個好嘅 citizen 啦，因為佢哋啲員工咧都好少嘅，其實都係得一兩個打你成個戲院嗰日超過話事計。咁最好咧入去食嘢嗰啲嘅垃圾，嗰啲熱狗紙，自己抌啦，嗰啲嘅Nacho嗰啲紙，或者係嗰啲 popcorn 嗰啲紙袋，食完曬之後摺好曬佢，咁啊分類翻膠杯係嘛，或者係膠樽紙嘅，再抌垃圾，咁人哋會好 appreciate 你嘅。我哋同阿油頭哥咧，同埋阿迪叔咧，佢兩個撚樣就好撚小心眼嘅。一入去戲院，睇下邊啲位咧就啲唐人坐嘅，邊啲黃口黃面坐嘅。咁啊咧，佢兩個撚樣咧就即係一睇，睇下之後一散場，一開燈睇下有冇著褲之餘咧，睇下地下有冇留低啲底褲啊嗰啲嗰啲之餘。即係話潺潺嘅啦。潺潺之餘咧，睇下有冇抄嘢啊點樣？仲有睇下啲黃口黃面坐開嗰啲位咧，有冇人抌垃圾？咁佢哋咧就係琴日佢上去睇嗰套戲咧，嗰啲黃口黃面坐嗰啲位啊。走完之後咧，係唔抌垃圾嘅。係係係。哦，咁啊，正常咧，即係大家就係好似咁啦。即係睇完咧，你應該拎翻曬出去咧，有個大嘅垃圾桶咁啊，你可以自己分類咁樣 keep 翻啦嘅。係啊係啊係啊。OK， 咁啊，我都覺得我諗香港嘅朋友都應該 keep 依一個嘅 practice 啦。即係電影業就越嚟越艱難，係咪？即係你 cut 人手啊，各方面嘅嘢，咁即係入到去食撚到一地都爆谷，應該話冚家產㗎啦。即係一路嚼嚼嚼，或者係人哋講撚到明唔準外來嘅食物，你又屌你老味閪，走去深水埗燒鵝大王整定定過依一個嘅雙皮飯，擺喺個環保袋裏邊入去，屌你老味食飯，呢啲好撚温州。咁啊撞正啊，總理喺你同一齊睇戲咧，佢就冇鳩你扶嘅。你一路咀嚼，一路就喺度嚼漢堡包，或者係依一個嘘嘘聲飲嗰啲嘅汽水，嘈於巴撚閉，又影響佢老人家睇戲。咁佢即係面積不下噶嘛。咁仲要食撚到一地都係，你明唔明？係係。咁啊，你講起呢樣嘢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即係如果有個人，即係所謂叫做北方嘅朋友啊，即係而家你知啦，即係香港已經唔知有幾多成，即係長期居留嘅朋友已經係即係新香港人嚟噶嘛。咁啊，俾咗咩？即係遲啲戲院整個螺絲粉有得賣。哇！屌大撚鑊啊！喂，如果你真係阿總理好攰，打完通宵牌或者睇完波咁去睇戲，加上一個撚樣唔熟性拎個螺絲粉入去食。一個咧就喺個屌你咩，全個戲院裏面最後嗰行瞓喺度，咁又跟住前面嗰個就係咁食螺絲粉，係咁臭，哇！我諗真係屌你咩，真係大膽喎！而家係咁，
咁啊，其實你有冇真正即係唔好話食過啦，我諗你一定唔會食過啦，我都冇啦。你有冇聞？即係大概知道其實係乜嘢嚟嘅？我知道螺蛳粉係啲乜撚嘢？佢因為裏面有一個成分就係嗰啲筍蝦或者一啲牛臭咗啲發酵咗啲筍啊。咁所以咧，佢嗰個湯底裏面有依種嘅物料啊，就係據我了解，咁啊好臭嘅。即係大家如果你知道咩叫筍蝦嘛？嗯即係嗰啲牛臭嗰啲竹筍啊。ferment 咗啲系好臭嘅，咁啊嗱，我自己都我就唔系话真系好怕食臭嘅嘢嘅，因为小弟譬如我未走离开香港之前，我有一个嘅喺杭州酒家里边一个菜肴叫蒸三臭，咁嗰个菜咧亦都系好臭嘅，即系台湾嘅臭豆腐啊，或者系蒸臭豆腐啊，我都系甘之若吹之若鹜嘅，咁啊好中意食嘅。咁你问我咧系咪好怕呢啲，我又唔系好肯怕嘅。咁但系始终咧，即系而家。我整體的依一個嘅意識形態，我都係幾抗拒中共嘅中共文化啦，唔係中共中華文化喎，我抗拒中共文化喎，係嘛？依啲咁嘅螺蛳粉，係嘛？新移民帶入嚟我哋嘅香港，係嘛？即係粵幣驅逐良幣，咁喺一個意識形態上邊，咁我已經喺十幾年前，我已經同大家堅守唔食雞煲，嚇食米線死全家，又或者食酸辣粉冚家產，即係我已經係要排斥依一樣嘅嘢啊嘛。其實我唔係對依樣嘢我特別憎恨。而是當你自己香港人不懂珍惜自己本土文化的魚蛋粉啊、雲吞麵啊、水餃麵啊、哪吒麵啊，係嘛？依啲嘅嘢你只唔識佢欣賞，唔識得去食，竟然中意食酸辣粉，中意食嗰啲咁嘅撚屌米線，中意食雞煲，係嘛？中意食啲咁嘅核突螺絲粉，即係你要了解到我哋文化係比較優越，我哋嗰個嘅選料啊、食材啊係多元化，同埋我哋食嗰啲嘢係健康。同埋即係對自己身體會好啲。你食啲咁嘅傷脾胃、傷腸胃，係嘛？食埋啲唔知乜鳩嘢嘅垃圾落個肚裏邊。喂，咁我覺得即係你係 promote 緊人哋嘅文化 ，take over 你自己嘅文化。即係喺意識形態上邊咧，你話我唔啱又好，話我歧視又好，我係唔主張大家食呢啲嘢。又或者呢啲嘢賣緊到成行成市，而取代咗我哋自己嗰個嘅文化嘅。其實好大鑊嘅問題嘅，第一有啲柒頭。啊！即係你好多老友都娶大陸人啦，咁嗰啲大陸嘅女人又食中意食，佢又唔撚指證佢食緊屎，跟撚住自己就跟埋一齊去食屎，然後跟撚住啲仔女之後咧就即係嗰啲嘅第二代又跟撚住埋中意呢種嘅大陸嘅辣劣質嘅飲食文化，而呢啲嘅跟撚住加埋啲啊姚明熙啊一隻二隻嗰啲落嚟之後咧，咁佢哋又將呢啲嘅文化有人去承接，咁啊你跟住啲戇鳩仔又唔撚識嘢，你屋企人咧就唔撚識教佢食雲吞麵啊，啊即係依一個水餃麵啊魚蛋粉嘅依啲嘅好處。咁嗰啲戇鳩仔又跟緊住食埋啲咁嘅撚嘢，咁啊變緊咗人承托呢啲嘅屌你嘅垃圾文化，而 take over 咗係優越嘅一種嘅飲食文化，即係我係好討論呢一樣嘢啊嘛，超哥。係，咁啊如果有個175高嘅，又有 D 級咁靚嘅女仔，上海人，咁啊但係佢又中意食呢個。你搞錯咗，證明你咧屌閪屌得好少，上海人咧係好少有 D 級嘅，上海係平胸多嘅，上海人通常咧都係高同埋平胸。湖南。湖南如果真真正正的胸部是好咁撚發達啫，通常就係成都同埋重慶嗰啲多啲嘅。但係你中意食螺蛳粉，你得唔得？梗係唔得啦！屌你乜得一個175同埋屌你老母大胸啊！真係確真走啊！係講笑啫。嗱咁啊，嗱頭先你講螺蛳粉呢樣嘢咧，咁啊，我喺即係呢邊咧都又唔可以深受其害，但係即係會接觸多咗。嗱澳洲咧就。好多呢啲所謂叫華人嘅超市咧，都有呢啲叫我哋依邊都有大陸，我哋啲大桶大陸嘢賣啦。其實就真係好平，即係可能喺大陸咧，一包呢啲係講緊一蚊幾毫嘅嘢咧，嚟到呢邊可能都係賣一蚊兩蚊澳紙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對一啲大陸人嚟講咧，即係個基層咧，其實佢又可以食翻即係所謂叫做大陸嘅嘢食啦，又好平啦。咁所以咧，有好撚多呢啲同事咧。即係晏晝咧就會喺個嗰、那個叫做食即係嗰個叫做 pantry 嗰度係啦，就煮呢個雙濕螺絲粉，係好撚臭嘅。我個女咧，佢喺最尾 grad 嗰年咧，佢就喺學校嘅residence 嗰度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嘅 roommate 啫，就係大陸嘅留學生嚟嘅，中意食呢啲啊，最中意食螺絲粉。咁喺佢嗰個 flat 裏邊咧，有四個唔同
人一起住，一個就是 Montreal 門地可那邊來的，一個就是印度來的，我女兒就香港加本地啦，在這裡都這麼多年了，跟住就有一個大陸的留學生，咁呢位嘅女同學咧，一食嘅時候咧，其他三個 roommate 咧就哇，佢好難受，即系佢後屘都知道頂唔撚補咧，就即系少食咗。係，咁啊嗱，呢樣嘢咧就好在咧，而家澳洲咧暫時咧就未有好似香港咁撚癲咧，就容許呢啲即係咁撚重口味嘅嘢食咧就開鋪，因為其實真係如果你一開鋪咧，你即係。訂岸城市大煲大煲煮咧就好撚臭噶嘛，同埋咧，咁我記得我就只會建議你哋啲朋友啦，即係可能你而家你翻工嘅地方即係華人多啦，即係如果你試下喺一啲外即係本地澳洲人、白種人嘅地方，你食依一樣，你俾人打撚死你啊！真係話俾你聽，佢未至於，但係可能即係會同你講，即係你食一啲太過即係刺激嘅嘢，會有啲其他即係種族嘅朋友。即係你可唔可以大家食啲嘢 natural 啲，係咪先簡單啲咧？即係屌你咩？你唔好一嚟就整個螺絲粉咁樣錯講位，大佬真係唔得掂。係啦，係啦。咁啊嗱，就講啦，即係頭先講就係唔開鋪呢個問題。咁啊，但係香港咧，原來咧，你以前公司嗰度啊，即係石塘咀嗰度啊，山道啊，隔離嗰條街係咪屈地街嘅？係啊，屈地街以前創業對面咪有個轉角位賣衫嘅？嗯，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嗰位開領咗間螺絲粉鋪頭，嗰個賣衫嘅地方即係依一個香港中業商業中心對面，即係以前一田隔離冇幾遠啦，應該如果冇記錯。係附近啦，總之嗰個十字路口 angle 啦，或者叫 T 字路口，即係屈地街電車站嗰個附近啦。咁啊係啦，就好撚慘啦！而家即係有啲街坊都話：，哇，屌你尾！你而家喺嗰個位開，第一平時大家搭巴士、等巴士、搭地鐵都係喺嗰個位出入啦。咁啊，跟住創業啊，啱啱裝修完靚靚仔仔啦，跟住你喺嗰度開一竇咁嘅螺絲粉咧，咁啊上邊啲居民咧就即係你啲煙咧就上曬嚟噶啦，啲臭味。咁啊，其實咧我就覺得，喂，你以前旺角嗰陣食環署試過咪話，因為臭豆腐有單嘢咧就係後屘就即係類似即係發出警告就話即係太撚臭，你會影響啲居民嘅。咁啊，但係咧你開始咧就係發覺呢啲螺絲粉呢啲鋪頭咧，其實就係差唔多個個區都會開一檔。但是基本上咧，食環署係唔會採取行動。咁啊冇辦法㗎。咁你而家你有200多萬嘅新移民正移入，或者喺1997年之後入撚咗嚟。咁啊，去年有44萬嘅依一個嘅單程證，係嘛嚟撚到依一個嘅香港。咁啊，越嚟越多依大陸嘅低端人口落到嚟依一個嘅香港裏邊嗰啲嘅低劣嘅飲食文化，係嘛嗰種即係中意擺屎入口嘅呢種嘅態度。咁咪貼啫，呢個就係正宗。我哋成日都講個劣幣驅逐良幣啦，係嘛？你其實我哋唔介意，即係你引入嚟嘅。但係因為嗰陣時，我哋香港人未仲喺度咁多人，冇人走，冇人會承擔呢樣嘢，冇人會追捧呢一樣嘅嘢。但係你時移世易，佢有人承托，即係好簡單，即係屌你老尾，係嘛？即係你何生何太嗰啲都有啲嘅低劣嘅戇鳩，冇智商弱智。係嘛？冇品味係嘛？屌你老味係戇鳩嘅觀眾去追捧嘅，成嗰啲網民，咁你自然咪啲咁嘅垃圾新聞咪會充斥個成行城市咯。今日正何生何太，聽日一件 happy 派，之前又屯門嗱嗱，係嘛？因為你有啲低品味、低智商、冇要求、冇 taste 係嘛？即係嘅垃圾喺度嘅觀眾去承托啊嘛。但係你香港點解啲咁嘅低劣嘅垃圾文化飲食可以嚟到香港？就是、因為一班低端人口去追捧啊嘛，只可以賣屎啊嘛。你以前港英年代1997年之前，你哋人試下賣屎啊，咪會食啊，冇人會睬你噶嘛。但你嚟曬啲咁嘅奇形怪狀，屌你老味閪，岩岩慘慘，騎騎咧咧嘅怪獸落到嚟香港之後，佢哋中意食屎啊嘛，咁啊賣屎咪有門路啊，邊有辦法啫？係啊，即係你啱啱講起何生何太，我真係覺得其實而家香港真係有一個瘋癲嘅狀態，即係佢哋咧都講緊，即係話阿何生何太佢咪而家。搞呢個 channel 或者直播嘅，你有人睇就抵死啊嘛！係啦，係啦 ，exactly 最。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佢竟然嘅佢而家嘅收入咧係多撚過我哋，係黐撚線。咁你點啊？係咪？我哋做咁多功課，做咁多 research， 係嘛？咁辛苦捱緊底嘢做嘢。係啊，係啊，佢兩件怪獸，即係你出翻，唔係你出街瞓啦，都即係一條咁嘅片，但係可以好撚多人 share 或者好撚多人睇。跟住佢好似唔知而家講緊幾個，即係幾萬蚊收入啊！一個月可以有，即係淨係個 view 數，我又覺得哇！你啲香港人
係咪傻撚咗咧？即係可以俾點解會俾錢佢哋使嘅咧？咪戇鳩啊！係啊，咁所以你冇辦法㗎。你個社會嘅環境即係唔再崇優，你社會嘅環境裏邊唔夠真實，係嘛？社會環境裏邊即係啲人係即係追求呢啲咁嘅，見到人哋冚家產你最開心，呢種幸災樂禍冇同理心。其實講真咧，呢啲咁嘅 channel 你點解會睇咧？見到個阿伯自己作戰自己。跟緊住有個，雖然佢係抵撚死嘅，雖然佢抵撚死，大家又作戰緊自己。你跟緊住大家中意睇佢折，即係折磨一個老嘢。咁呢個阿嬸就喺度去蝦個老人家，係嘛？雖然佢係抵撚死，但係呢啲嘅嘢就因為你去睇，佢揾到錢，佢今次打佢一巴，跟緊住話佢死蠢，跟緊住話擁佢去街，跟緊住阿伯就喊苦喊痛啦，會越嚟越嚴重咯。呢一個係共業嚟噶嘛？咁啊，社會裏邊出現呢一個問題出現。不是只是得他们这两对妖孽出来的，是你们香港人，每个人有追捧他 subscribe 他看过他们 channel 的冚家产，个个都屌你老闆，是有个共业的，大家全部一起落地狱，大家是 不要分你我彼此的。唉，那没办法了，即所谓叫老的，有 老的这一班这样的人奇奇怪怪黐黐线线，那么乱的，那么下至到呢现在呢，即所谓叫做小学幼稚园啊啲跨啦咧，即係我哋嘅偉大嘅政府咧，就而家咧就係、是、教育局咧，就係、是、希望啊中小企嘅學唔係中小學啊，唔中小學，中小學嘅學生就係、是、一個叫做升旗演講學國慶。咁啊，除咗你要扯旗之外咧，仲可能即係派一啲即係小朋友出嚟咧，就要可能講下講詞啊，咁啊即係唱好香港啊，咁啊呢樣嘢啦，咁啊點解咁動嘅原因一啲咁樣啊？即係係啦，冇錯啦，啊我好自豪。如果阿小習，係啊，你對中華民族或者自身嗰個認同感，即係小習瞓醒未啊？中國香港人啊，小習瞓醒未啊？小習出咗街啦！哎呀，如果唔係我教阿小習啊嘛，點樣嘅 power to being 啊 China man 啊嘛，就係、是、中國裏邊有500万嘅妓女，世界裏邊最大嘅呢一個嘅妓女國家，一諗起呢、這、一個，屌你老味閪，有500万嘅女性係賣閪去賺錢去維生嘅。我感到好自豪，女性能頂半邊天，係嘛？即係中國好嘢，可以去賣閪，即係做性奴，係嘛？屌你老味！即係依一個真係民族尊嚴啊，好嘢啊！放低自己嗰、那個依一個嘅冇唔值錢嗰啲嘅精緻牌坊，抹大隻腳，閪張東望，然後就可以賺錢，幾撚偉大啊！即係中國好嘢，好自豪啊！趙哥，你又講啲自豪嘅嘢嚟聽下。正所謂呢、這個叫母儀天下啊嘛，即係。做阿妈的就要管理呢个天下，管理天下又点啊？就要管理天下的男人，用一个地方去管理天下的男人。500万的妓女真系坚啊！超哥，你讲个值得自豪的地方嚟啊？唉，咁啊冇啦！而家即系我觉得即系而家所谓叫做中国点会冇自豪啫？中国嘅香港，我又要讲多样嘢啦，物尽其用。系嘛？你老味再生嘅时候，党就照你哋吓，即系劳劳役役，系嘛？做挨生挨死，你啲社保分分钟都冇机会去攞。好啦，厉害啦，后生嘅就捐器官，捐完器官之后，你个躯体系嘛，就一个未经你同意就拎去火化，火化完之后，原来你唔系嘅，你嗰个贱躯系拎去就去做骨，系嘛，即系咁多年以嚟就挞咗你个尸体，然后就走去做嗰啲同类异性体嘅呢一个嘅骨嘅呢一个嘅植入嘅呢一个嘅材料，系嘛，哇，即系环保第一，环保大国。即系劳动人口又多，劳动人口女嘅又环保，男嘅都环保，几自豪啊！真系，即系自豪到不得了，真系一谂起一样嘢就自豪，即系仲谂紧，即系中国人为咗要追求呢一个嘅科技嘅呢一个嘅极致，哇！我好感到好自豪，即系我虽然我亦唔认做中国人，但我觉得你哋中国人好应该自豪。你知点啊，小哥？自己唔谂食，嗰啲司机咁辛苦，走去做出租车司机。走去兜下客啊，賺下啲錢啊糊口。國家因為要推崇呢一個嘅科技，要搞全部都人工智能導航嗰啲自動化嗰啲嘅出租車。哦，係。要話俾全世界聽，我哋中國人係唔需要做啲咁嘅勞動嘢嘅。咁啊，就全部啲出租車都係要導航嚟行嘅，搞到啲出租車司機係冇飯開嘅。你係為咗要咁樣樣，即係令到你冇飯開，要支持個國家咁高科技，係咪好自豪啊，超哥？咁啊，當然呢啲真實嘅嘢，或者係即係我哋現實，即係外界睇得到嘅嘢咧，喺香港咧就唔會，即係或者呢啲所謂叫做
75周年啊，中华民国成立75周年。又讲多样嘢俾你，就感觉到做中国人嘅自豪啊，真系好自豪嘅，超哥。即系中国人咧，你要申请系嘛，即系要上网，你一定要俾个真名黄启超，系嘛？有英文名叫 Jubilee Wong 或者系 Jessica Wong， 啲真名核实咗，真系你啊 Jessica Wong。然后咧就俾你咧就有一个嘅账号。是有一个身份认同，经国家的核准，吓、啊，就是、你 carry 住佢，好似入监狱咁样，4798、啊、然后就是你的 Jessica Wong， 你以后的呢一个嘅网名同埋呢一个嘅网号，你只可以去上网、嗯、啊，国家知道你睇啲咩嘅嘢，最怕你黄继超走去睇咸网，系咪可以封你唔俾你睇？又怕你睇啲反中乱港嘅，又可以唔俾你睇。再要睇啲美国嗰啲吓，即系鼓吹民主自由嗰啲咁嘅错误思想，又可以 ban 你嘅一个账号。你寫啲嘢出嚟咧，就係、是、有歪常理嘅，對國家唔好嘅，又唔俾你出。哇！國家即係可以咁體貼，即係咁鞭策你，同埋咁照顧你，咪好自豪先，超哥。咁啊，緊貼關注你嘛？呢啲正所謂叫做係咯，你哋啲人冇乜人關注啊，成個國家去關注你啊！你走去關注容祖兒，不如等我國家關注你好過，真係好自豪。我一諗起你做中國人，真係好自豪。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國家咧，真係對香港人咧，真係唔錯噶。即係嗱，你問我，即係雖然反覆咁講啦，係咪先？冇反覆噶，真係真心噶，趙哥。嗱係啦，即係小朋友嗱，老嘢咧就有老嘢嘅，即係呢啲刷流量。小朋友咧就有小朋友嘅全面扯旗教育啦。咁啊，當然嚟緊完咗，所以呢個奧運之後咧，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咧，國家咧都有國家隊啊，國家隊都嚟緊，即係非常之關注大家。咁啊，我估唔到喎，原來八月底咁快咧，即係你奧運啱啱。八月中喺上個禮拜先完咗啫嘛，咁佢咧就嚟緊咧應該兩個禮拜後到啦，八月底咧就會已經咧即係有三日訪港啊！哇，我諗到時咧即係香港咧又前即係成片紅當當，周圍都係紅波波。係依一樣嘢我都好自豪，國家隊史無前例咁龐大嘅奧運團隊去依一個嘅巴黎去出征。係阿趙哥，你估平啊？梗系唔平啦！機票、住宿、教練、軍衣、飲飲食食，仲要運冷氣機，嗰、那個錢、嗯、以今時今日國家而家即係你知人有高低起合，仲有呢一個嘅陰晴月缺，係嘛？而家扎扎地，難得嚟你香港裏邊做三日，係嘛？你香港人，你以為你係睇緊免費啊？政府背後究竟去 sponsor 佢，死濕實大佢哋抌咗幾多錢嚟你去表演？你都冇錢啊！嗱，呢啲錢嗱有一個自豪點係咩咧？超哥，咩全紅嬋啊，依家又唔知咩乒乓球隊啊嗰啲咩嘢話，陳菊啊、鄭陳夢啊，嗱呢嚟表演，佢哋一蚊都唔肯收，國家唔會俾錢佢哋，佢係出於自發為國家去服務香港人，而香港人、香港政府即係 on behalf of 我哋，俾咗龐大嘅金錢去俾佢哋呢個出場費去支援國家。大家係嘛？運動員無私咁樣去表演俾大家，你就係睇下全紅嬋嗰人跳落水去插水，係嘛？屌你老味，啱唔啱啊？插水俾你睇，咁你就屌你咩？即係已經係值回票價啦。嗱，香港政府幫你俾緊咗錢支援佢哋，係嘛？冇經你同意，係嘛？大家去 contribute 幾個國家，大家無私咁樣唔食飯，劏房搞唔撚掂，係嘛？即係大家退休做撚到80歲都仲要再做。冇咩问题嘅，最紧要支持国家，大家个无私系咪好自豪先，超哥？啊，今次呢一个所谓叫做即系洗白过程咧，即系带啲运动员落嚟，咁啊，即系增加香港人对呢个归属感咧。咁其实每一届嘅即系一啲大型比赛之后咧，即系其实好似由应该董建华即系沙士嗰阵时之后咧，就定系08年开始咧，其实就已经好中意做呢啲嘢噶啦，我就记得。即系又会有啲新闻讲就话啊，啲公公婆婆咧就唔知几多点咧去泳池门口排队就睇国家队嗰个插水队，咁啊跟住又会有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咁啊即系大费周章就讲到即系全民对呢一个国家队嚟到咧系好热切期待啊，咁啊今次睇下呢一个传媒即系喺所谓叫由自及兴之后咧，会唔会都系咁？即系都系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啦，佢哋有几多招数去出啦，咪来去都系得嗰几种，咪由佢哋打飞机咯。讲真，嗱，唔好忘记，而家所谓喺香港里边生嗰两只大懒虫，嗰两只寄生虫，
再生多兩件寄生蟲出嚟。咁嗰兩件嘅寄生蟲咧，你而家啲人好開心啊嘛，嚇、啊，即係國寶啊嘛，啊香港出生嘅呢一個嘅國寶啊嘛，知唔知道？屌你老尾，要養佢哋要幾撚貴啊？第一，我哋要有租借費，係嘛、嗯？一隻蝗蟲生一隻，咁啊兩隻蝗蟲又生兩隻，咁嗰啲嘅呢啲嘅寄生蟲之後咧，咁又要同呢一個嘅國家係嘛去俾一個嘅領養費，咁啊又係一個錢嚟嘅。嗯跟住佢要食嗰啲嘅竹笋啊、竹叶啊，又系一个钱嚟嘅。跟住运啲团队啊、医生啊、顾问费啊，又系一个嘅钱嚟嘅。咁啊，你净系养呢两只嘅呢一个嘅僆仔，而家24小时跟到贴晒，系咪唔知会唔会夭折？全部都系钱嚟嘅。即系以今时今日香港嘅赤字系嘛，即系过千亿吓，就要跌啲钱出嚟。嗱，我哋香港人真系好无私，自己唔食唔紧要，大嘅唔食，熊猫都要食，真系紧要。大嘅冇地方住，住劏房冇问题嘅。我哋喺海洋公園裏邊起一啲嘅舒適全天候，係嘛？冷氣依一個嘅空間，24小時有人專人專家係嘛？即係依一個嘅四川嘅依一個嘅團隊飛嚟去照顧佢，係嘛？香港嘅小朋友讀書讀到閪冧冇撚問題，住劏房啊，即係冇錢交租都冇撚問題。我哋要俾啲錢，要搞掂呢兩隻熊貓。嗱，我講起成件事好不幸嘅，趙哥，點解呢、嗯、因為呢兩隻熊貓一生出嚟係冇機會離開。呢、这、一個地方，然後就俾人當工具咁 keep 喺度做，係嘛？即係好可憐一件事嚟嘅。即係我其實好反感啊，對呢件嘅做法。佢哋應該 suppose 喺野外噶嘛，即係你應該去熊貓係一個野外野生嘅一種生物啦。係啊，咁即係你養到咁上下，但係你係咪其實應該放翻去嗰啲嘅野外嘅地方，等佢繼續去開始產業啊、嗯，去玩啊，定係？但佢差唔多就死噶咯喎，佢已經有一隻已經好撚老噶咯喎。19年。如果真實年齡跟你差不多啫，屌你咪唔好咁擔心，你都未死，佢點會死咧？唔使咁擔心。19歲當媽媽啊嘛，係啊，你都生唔到仔，屌你咪佢都搞得掂啦！你嘅年齡咁啊，記得好嘢先得噶，所以唔撚擔心。趙哥好自豪，即係你今日我哋好正面啊！呢集嘅 MHK 每週通訊。唱好唱好國家啊！嚟噶，唱好國家，即係唱好香港一個嘅香港人為國家嘅依一個嘅奉獻，喺21個慶祝之前，我哋抱住依一個嘅無私奉獻啊，為國捐軀啊，同埋依一個嘅勇於即係服務國家嘅依一種嘅無私精神，我感到香港人好自豪。推廣國家嘅美食文化仲有係啊，仲有推廣即係尊崇依一個嘅香港國家嘅依一個嘅飲食文化，係嘛？前仆後繼係嘛？即係屎咁難食嘅嘢都可以擺入口，而即係去讚揚依一個國家嘅飲食文化。好自豪啊，趙哥！我今集即係我後悔我脱離咗唔做中國人，即係真係衰，做中國人幾偉大先得噶，真係，即係我享受唔到依中國人嘅榮耀，真係差啊，真係。但不過咧，即係呢啲熊貓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而家嘅傳媒或者香港咧，就係講到就係話，哇！我哋而家即係老來得子啊，即係你知唔知道，即係一隻即係熊貓啊，佢哋即係懶過閪，要佢哋去屌閪，即係已經係好撚難嘅，仲要屌閪受孕。即係成功受孕，唔係人工受孕，係一個哇幾咁一件好事，一個喜事嚟，即係大家係要用呢個角度去睇，即係而家新聞。係 OK， 咁所以咧就係話，哇！依兩隻嘢，我哋一定要如珠如寶。咁啊，但係不過我原來忽略咗，真係原來咧，即係阿盈盈咧就係租借翻嚟啊，所謂即係嗱，其實咧就唔係國家送俾我哋香港人嘅。OK。屌你咩？呢個要放大，唔撚係免費嘅，免費嘅最撚貴。由嗰啲嘅運動員落嚟，唔係免費嘅。免費最撚貴嘅所有嘢，唔係免費，其實唔係免費嘅。嗰啲你啲撲街好似你嘅，你啊，超超，你離開咗香港唔係香港貢獻啊，你啲咁嘅撚樣啊，你離開咗國家要安排啲人口嚟填補啲人口啊，啲新血嚟填補人口，係咪？都唔係免費嘅，我哋要起嗰啲居屋。公屋係嘛？有錢派要派埋俾佢哋，係嘛？佢睇醫生，我哋照顧佢哋。係讀書又要讀要幫讀書又要係嘛？一個唔覺意有家暴，好似阿何生何太嗰啲，又要有社工去跟進。係全部都係要錢㗎，知唔知啊？係阿超超，你真係你做咩走咧？你真係唉咁啊咁啊！原來生咗呢兩隻咁細嘅 B B 仔咧，咁啊原來咧都唔係屬於香港嘅，即係發即係佢哋所謂嗰啲合同啊。或者國家租借俾你嘅呢兩隻大熊貓咧，佢哋所即係所得來嘅即係小朋友啦，或者叫 B B 咧，咁其實咧最後咧都係屬於國家嘅，即係好似即係你冇講錯喎，超哥，阿超超，你冇跟書啊？
我哋偉大嘅，你係中國人，你一世都係中國人。No, 我哋偉大嘅依一個嘅國家領導人啊，全國政協副主席啊，梁振英啊，梁振英咪有講過嘅，梁振英係政協副主席係嘛？好似係，如果冇記錯，董建華係副主席，佢係全國政協常委定係唔知乜鬼嘢啦。咁我都係國家領導人啦、啊。梁振英話冇香港國籍嘅人啊，嚟香港裏邊產卵啊！他們是拿不到香港的這個身份證的嘛，梁振英說得沒錯嘛，他們在香港出世而已，但他老爸老母是中國的嘛，是不是？在香港的地方裡面出世的那些雙非是拿不到身份證的，梁振英說得很對的、啊、所以呢我就即突然間他突然間封了兩件事，其實我又覺得其實海洋公園就應該一早都知道的，即你問我呢沒可能即現在說跌撚咗兩，即係好似屙屎咯啊！屙咗兩嚿屎，點解喐嘅？即係佢咪蟲嚟嘅？即係一定唔撚係咁樣噶嘛！即係你要睇住呢兩隻嘢，即係一定係知道佢一早就受咗孕、懷孕咁樣啦。咁所以咧，突然間咧，佢又崩咗出嚟之後咧，跟住但係阿楊潤雄咧又話要有隊 team 咧，就話要上去實習，就話要考察下點樣去仲有兩隻嚟緊，就應該係九月26號啊，定唔知差唔多係。2014年呢個院曬運動十週年同一個時間啊，係差唔多，即係十週年後啊，即係所謂叫做有志及興。你哋反中亂港嘅人啊，十週年後咧，我哋香即係大陸人對你哋係好好嘅，即係言辭不計。OK， 喺十週年嘅時候送翻兩隻熊貓俾你哋。OK， 就係咁啦。講真，好撚好撚自豪。點解好撚自豪咧？特區政府完全係脱歐入亞。有曬中國人嗰啲嘅傳統，小氣啊嘛啲人，你老婆生仔嗰陣時補翻四五個月，阿小集佢都唔，即係佢唔敢講出嚟，佢驚佢跌胎啊，跌胎啊，呢啲中國人嘅傳統美德嚟噶嘛，係咪好自由先？即係而家我哋啲鬼頭屌你老尾一生仔就話俾人聽，就懷孕一個月就話俾人聽 pattern 啊，定係點撚樣係嘛？通街都知撚到曬，羊通街係咪？咁但係我哋中國人就小氣啊嘛，驚唔好俾人哋知啊嘛。係嘛？所以佢哋撳得好低，唔好滑胎。嗱，咁咪好明顯啦！我哋香港已經係完全就脱歐入亞，跟蹤係嘛？做翻曬中國人嘅嘢，你冇翻三四個月咧，都唔好話俾人哋聽嚇，鬼鬼祟祟，好鬼死有中國嘅傳統啊！好自豪，即係唔係今次其實係刪咗出嚟先公布啊！即係犀利啊！基本上係即係你完全係冇任何即係漏風聲，好犀利啊！27年之後，香港、中國。一家親，香港人就等於中國人，香港完全因為認祖歸宗，做翻曬中國人做嘅嘢，我感覺好自豪，即係依集即係做個自豪嘅中國人啊！真係，你明唔明啊？係，咁啊冇所謂啦，即係而家你留得喺香港嘅時候，咁啊你就要係跟即係學阿斐語呢一句叫主旋律，係咪？主旋律去生活，主旋律去即係接軌啊，係咪先？係咁啊，所以咧，而家講多一單咧，我都覺得即係我哋今集集中啲啦，即係講下香港一啲嘢啦。都我覺得即係首先有一樣嘢先講集中之前，我哋要多謝福利無形嘅福姑。阿福姑咧係我哋忠實嘅依一個嘅 MHK 嘅。咁佢咪知道我哋諗住叫阿偉哥去接貨咯？係啊，佢知道㗎，即係諗住叫阿偉哥去幫手去代領㗎，咁樣又知道㗎，咁冇問題嘅。咁偉哥都係好樂意服務阿超哥㗎嘛。咁啊，你買唔買啊？高達，我唔買啦，我要喺度借節目咧，多謝福姑先，係啦。咁啊，2.0咧，我就暫時未需要住。我女咧，嗱應該咁講嘅，我都係買俾我女啫。哦，你有女中意玩高達噶？我女中意砌模型嘅。係，好噶。咁啊，咁所以咧，我就好撚肉赤嘅，因為喺呢邊買模型咧，係差唔多3倍嘅價錢咧。咁但係我都好願意買俾佢嘅。嗱，我應該講買俾佢，我係好撚願意嘅，但係買俾我自己，我係唔撚願意嘅。OK。我對佢好，即係我對女，我就盡量豪俾佢嘅，即係我就唔即係唔同佢計較，即係話即係要寄翻嚟啊呢樣嗰樣。咁所以咧，佢都好中意買嘅。咁啊，加上佢而家揾到錢啦，咁啊即係幾即係都可以使下。佢做零，佢有 part time 嘅而家。係做 part time 補習啊嘛。係。咁啊，所以即係有少少錢儲起，咁可以買啊。咁啊，係啦，咁啊，多謝福姑即係問起我需唔需要啦。我就話即係唔好啦，因為其實一盒模型咧，即係如果。雖然唔係好貴，但反而調翻轉，如果寄貨嚟咧，個運費仲貴過盒模型咧，咁啊唔需要啦。咁我嚟緊太太可能都有機會翻香港啦探親，咁可能就會到時
再買啦。如果真係買唔到，八個 gift 去日本順便掃咯。你反正你都有機會再去日本，你攞八個 gift。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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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你再創一個新紀錄，上次六個 gift， 今次八個 gift 喎，超哥。咁啊，我知道，好似阿福姑就幫阿一號就留咗盒啦，係咪？係啦。唔知佢睇咗未啊？咁啊，係啦，咁啊，但係咧就。就唔好有網友就問，即係問我哋可唔可以都幫手留，係啦，呢個係因為，係啦，冇啦，唔好碌係人情卡，呢個係福姑自己純粹想送，即係唔好話送，即係俾我哋買一盒咁解嘅啫，係啦，冇特殊優惠嘅，係啦，亦都冇得留嘢嘅，即係大家唔好誤會，依家唔好搞錯，依家 WhatsApp 我可唔可以問我可唔可以叫阿福姑留貨，咁啊只會俾阿福姑。要執嚟復 U 啊！嗰時即刻，佢就會復 U， 咁啊 OK 冇問題。係啊，咁我講開玩具咧，我都收到一個幾唔好嘅消息嘅。咁啊，我見到紅興玩具咧就出咗個 post， 我都 tag 咗你嘅。就我耐唔中都會有幫襯嘅日升玩具。日升玩具好耐噶啦，喺太原街好多年噶啦。咁啊，即係其實隨住中環行嘅冒起啦，紅興玩具越做越大啦。咁日升玩具其實仲有一檔添嘅，佢有兩檔，即係喺中環行嗰邊有多兩檔玩具嘅。日升係其中一間，係咪戴眼鏡嗰個老細嗰間嚟㗎？係冇錯，有個係由應該40多歲，咁啊做到而家咧，差唔多咧就甩到半邊，好多白頭髮㗎啦。咁啊嗰個阿叔啦，而家叫做。跟住另外有一檔咧，就有兩公婆一齊做㗎嘛，記唔記得啊？個太太就即係瘦瘦嘅，戴眼鏡噶嘛，咁啊再開多一檔喺另外一邊噶嘛。係，咁啊其實日升玩具咧，佢個主打咧，你問我咧，佢就較多咧係有陣時賣啲節日嘅玩具啊，或者係一啲叫做 low end 啲嘅玩具，即係簡單啲講，兒童向啲啦，兒童向啲啦，即係小集未升去小四五嗰陣時啊，嗰啲啦，係啦，係啦，係啦，燈籠啊，萬聖節啊，賣一啲拜鬼拜馬嗰啲嘢啊，係嘛？過時過節就買啲 decoration 啊，咁樣即係耐唔中都有好嘅 figure 嘅，即係有時即係佢都有一啲嘅好嘢喎，譬如紅興賣曬啦，咁我哋過去咧可能耐唔中都會執到嘅。係，咁啊，好似就話榮休啦，就話即係結束營業啦。咁啊，唉，冇辦法啦，我覺得其實而家好難做噶啦，即係再湊尾啲都講啦，即係其實香港零售業一定係好難做。如果你話玩具業咧，就更即係買呢啲所謂叫文具啊、玩具精品咧，嗰、那個利潤咁低咧，就更加難做。已經其實好多玩具店已經係基本上係即係轉曬做網上訂貨啊、寄貨啊，因為你已經好方便，即係變咗係已經係同即係所謂即係真正同國際接軌。全部已經不是實體店，即係其實你諗下，香港一個咁細嘅，即係所謂叫彈丸之地咧，搭一個站幾分鐘就可以去到銅鑼灣、灣仔、金鐘，你就可以行出去就去到一間玩具店實體買嘢。而香港都已經係開始，連呢一樣嘢都做唔到之後咧，咁其實你都冇乜嘢好講。咁你始終啦，香港嘅零售業除咗我哋面對人工貴啦，係嘛，成本貴啦。租金貴啦，係嘛？咁最大鑊嘅問題就係唔好忘記，即係好似啱啱星期五 Morning Glory 講嗰樣嘢嚇，即係真真正正使錢嘅人已經唔係喺香港啦，係嘛？起碼賣玩具嘅有兩個鐘頭抵住一個你一個，我哋已經唔喺香港啦，係咪？係。咁啊，仲有一啲朋友係嘛？即係原本就喺香港賺錢，就喺香港使錢嘅，咁而家照樣喺香港賺錢，但係使錢就喺海外使錢。係嘛？咁譬如方展博咁樣，咁佢喺香港仍然有生意嘅，但係佢就係長居依一個嘅英國。咁喺香港賺到嘅錢，佢就在英國使，係嘛？咁啲得益亦都唔係喺翻香港嗰度，即係卸唔翻落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我高端嘅，譬如阿超哥，你喺香港賺緊咗錢，然後你去揾完高中，你使緊咗佢身上邊。阿高中都要食飯㗎，阿高中都要買衫㗎，高中都要睇醫生㗎，係嘛？就算你幫襯完佢之後，阿高中咪將啲錢去買避孕袋啊，買衛生巾啊。買毛巾啊，買衣著啊，睇性病啊，係啊，睇性病啊，性感內衣啊，咁都要散翻翻落去噶嘛。但係阿方展博揾完啲錢就喺英國嗰邊使咗，阿高中又冇錢收喎，咁你唔會散翻翻落去下游嗰邊噶嘛？咁呢一個係點？係啊，靠偉哥唔掂啊嘛，一個下標就做啫，係咪先？偉哥都唔做呢樣嘢嘅，偉哥唔使錢噶嘛，帶只狗去睇日落同埋睇日出噶嘛，你要明白呢一樣嘢係咪？咁好啊！另外一樣問題，大家都要了解到香港嘅零售業其實做出一個
好大嘅一個嘅翻天覆地嘅變化，就係、是、一個嘅靠網購。網購取咗佢哋好大嘅啲嘅生意，係嘛？咁你就好頭痕啊！即係有好多撲街仲衰啊！即係阿的粗話事計啊，喺加拿大裏邊啊，啊睇中一隻牌子，睇中呢件衫，特登落去試，試完之後知道咩 size， 又上網買，咁你死唔死啊？咁啊，呢個差無幾啦，係咪？即係你點做嘅？即係而家係香港，除咗即係一扎人係離開咗之外，更加有面對緊嘅一個嘅問題咧，剩低嘅人誒個、消費模式唔同咗，或者佢哋亦都有錢唔使，同埋真真正正啲錢咧係留翻落個市場裏邊咧係越嚟越少啊！你另外啲友仔亦都上曬大灣區去消費，係嘛？去購物都上大灣區去購物嘅。咁你睇香港做零售嘅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嘅危機嚟嘅。如果你問我咧，而家咩林建峰嗰啲為嗰啲嘅地產從業員喊苦喊忽咧，我覺得零售業同埋飲食業嗰個面對嗰個嘅艱難啊，係比你地產從業員多十倍啊。都係啊，即係如果林建峰咧，所謂叫即係親建制派咧，佢無論如何咧，佢都要所謂叫唱好香港，即係都唔能夠令到政府有一啲尷尬位咧。但係佢而家咧喺即係你落論佢即係扮喊鱷魚淚點都好啦。咁但係咧，佢都即係要做場戲，即係話俾你聽，喂，即係政府好唔撚掂喎！我哋而家零售業再咁搞落去，即係失業啊，執笠啊，即係我諗對佢業界嚟講咧係即係好大影響啦。咁啊，葉劉都有走出嚟，都有即係巡視所謂叫做南區幾個所謂叫做死場，咁啊都指出就係話，即係好似頭先話，即係不上激消費啊，飲食零售業真係好差，即係我諗即係而家好撚大鑊啊！葉柳去咗边啊？去南区揾你啊？葉柳咧就系葉柳，葉柳咧去咗失败喎。佢唔知系走咗咩？我唔知啊。佢我近期同佢少交往，我就交咗俾阿伟哥同李大夫。喂，咁啊，讲翻先，佢又去咗三个地方，一个咧就系香港仔街市，致富南区广场。哦，那个死场咧，总之系海怡东同海怡西角广场几个街市，咁就话分别咧就有。29间、40间同35间吉铺，咁啊三个地方咧 ，total 咧就有104间嘅吉铺，就话咧即系香港仔而家呢一个所谓叫做住宅区啦，其实有人流，但系点解咧仍然咁多铺咧都系即系租唔出丢空，咁即系话嗰个空置率已经差唔多超过三成啦，即系。三成幾添啊！我諗都幾誇張。好撚有趣喎、哦！唔係你班友仔建制派歡迎你班香港淤血盡快離開香港，等啲大陸嘅精英啊、專才啊嚟填補香港嘅依一個嘅位置。咁而家做緊咧，點解仲有咁嘅情況咧？即係啲黑暴啊、啲反中亂港啊，好似你咁啊，超哥離開曬香港啊！咁應該即係大家都光武昇平啦，好平安啊！即係大家哇好開心，即係拎錢出嚟使啊，就好依一個嘅豐盛嘅未來嚟緊。咁大家應該好有信心啊！咁由亂變自由，自及興，點解唔係個跟個劇本寫嘅？超哥點解會咁嘅？點解？咁啊，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即係人都有雙重標準咧。咁啊，所以變咗葉劉咧，而家就大巴咁樣打落自己度咧。咁都幾撚樣衰嘅。咁啊，即係佢而家即係加上佢係呢個咩啊？行政會議召集人啊。係啊，係啦。你決策你有份知嘅噃，老友。係啊，你有撐嘅喎，即係國安法你又有撐。係啊，三條你又有撐嘅。但係大灣區嘅城市生活圈係有粉拍板嘅喎，係嘛？北部都會區嗰啲你有粉拍板嘅喎，樣嘢你都有知道嘅喎，你可以當唔關你事咁樣嘅，點解？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開始，即係琴日阿葉劉出完呢個 post 或呢個新聞稿之後咧，大家都笑鳩佢啦，即係話佢就變咗即係呢一個死場 KOL 啊，即係走去呢啲死場拍片、拍相，即係做訪問。咁啊，我諗咧，即係喺香港咧，就呢個係事實嚟㗎啦。無論係有冇 KOL 唱衰又好，有冇建制派走出嚟即係流淚，即係好撚慘都好咧，未來就算有所謂呢一班人入咗嚟香港生活啦，都係改變唔到個即係營商環境噶啦，應該就即係你見而家譬如樓市都好差啦，係啊，啱啱大家都知道上個星期阿孫玉涵都打橫嚟講嘅，佢有啲媒體踢爆咗落嚟嗰啲嘅高才啊，有20%嘅人咧係未揾到嘢做嘅。
系系，又唔捻住喺留喺度住嘅咩？系啊，咁佢又屌柒嗰啲媒体，话你班咁嘅捻样调转嚟讲嘅，你唔捻睇得到80% 喺度搵紧啲嘢做嗰啲，有20% 搵紧啲嘢做，咁捻样去屌，几好嘅，我觉得佢哋咧，即系一嚟就即系一就扮喊，好捻惨，即系呢招啊，即系好捻多人都即系觉得投效啦。第二就系话。好似咁咯，即系好似阿李家超咁讲，执咗十间咪开16间咯，即系你哋睇唔到人事及兴嘅好处，系你哋悲观啫，即系咁样样。我又觉得继续，你咪继续咁样咯。OK， 咁你只佢哋而家系好简单啊，超哥，即系唔使讲咁多嘢噶啦。佢哋做咗几耐得几耐，你系零八号嗰啲咁样样，系嘛？人哋建筑业嗰啲话到喊捻到口啊，屌顶唔捻部啊，啫死咪快啲拍板。拱多啲即係公共嗰啲嘅建設基建，等我哋可以開工啦咁樣樣。咁佢又睇唔撚到成件事喎。佢話：而家其實香港持續會向好啊，減息之後啊，樣嘢都會就欣欣向榮啊，有好多嘅問題啊會嚟緊噶啦，唔會減少。其實人哋屌你套屁閪，你將來嘅發展，我而家冇飯開啊，零看好。你咪俾個奶人哋啜下，吸兩啖，等人哋可以有個奶水頂住先啦。你又唔係咁撚樣，將來一定會好啊。將來屌你老闆兩年之後，你凌漢豪仲喺翻依一個嘅發展局裏面，屌你咪鬥緊30萬一個月糧，大家都唔諗知，你就個個月30萬，出面嗰啲嘅基層有啲嘅工人就做個閪有閪面，冇飯開，收唔揾到錢，俾人走數，冚家產上吊咁撚滯。你梗係睇唔揾到啊！你個個月30幾萬喎，係你嗰啲二判三判冇糧出，吊頸都唔揾掂，係嘛？你梗係睇唔揾到啦！哇！你嗰啲咁嘅撚屌風涼説話。依扎官咧，超哥话俾你听咧，佢哋咧而家就玩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系梗系啦，顺利过渡，挨埋呢两年，系嘛？系啊，我睇我唔知，我唔清楚，我见唔到。系啦，大家就集体依一个嘅意淫，同埋集体食迷幻药，食忽得，你明唔明啊？唔系咁嘅，佢哋咧都有啲自知嘅，咁所以咧，你见佢哋咧呢期咧都会怼交嗰啲四大地产商嗰啲即系第二代出嚟咧，就唱好香港嘅，系即系譬如。怼交啊！新世界嗰个阿郑志刚就话，即系我哋即系仍然对香港充满信心，即系应该中远长期咧就一个非常之向好嘅环境，大家咧就应该继续留喺香港，唔好捻走咁样样嘅。咁啊，跟住又要讲下你大公子出嚟系嘛？阿李超系大公系啊，大公子就出嚟，亦都点样唱好香港，即系佢哋仍然真系觉得揾呢啲所谓叫做地产界嘅代表人系啊。走出嚟講兩句咧，就可以穩定軍心嘅咁樣嘛。唉，大家都冇眼睇嘅，不如睇下我哋 MHK TV 嘅節目啦。喺過去 weekend 咧，咁我哋出咗《鱷魚潭》啦，咁啊亦都有依一個嘅潘曉穎嘅命案嘅第二集啦，又出咗啦。咁啊啱啱星期六我哋就碌街啦，如果大家未睇嘅就幫手重温下啦。OK， 咁啊嚟紧嘅时间咧，听日咧，因为我就会同阿方展博同埋高手咧，就去录呢一个嘅英伦 Low T， 咁啊星期二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英伦 Low T 嘅呢一个嘅推出噶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希望会录多一集嘅鳄鱼谈俾大家嘅。咁啊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咧，如无意外咧，就会有裸讲鬼故就推出啦。咁啊上个星期嘅呢一个嘅香港奇案咧，咁啊如果大家未睇，亦都系去捧场啦。咁我尽量 catch up 翻香港奇案同埋攞讲鬼故，即系啲老友话唔好等咁耐啦，唔好咁等咁耐啦咁样。咁啊嗱，如果今晚播嘅一个大院有我咧，好大好人性咧，就系琴晚咧就已经系首播咗。咁啊，今一间我直播台咧系一个 MHK TV， 每周通讯之后咧都会再播多次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翻。咁啊，其实都好多嘅节目喺个 weekend 里边咧就系推出咗俾一个大家。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到阿总理啊、伟哥啊、捻样一号咧，就佢哋就会开始负责去碌街。咁啊，等佢哋。我都未知啊，佢哋会谂住去边个地方，咁啊到时同大家去通报。咁啊，今个星期亦都会有一个嘅十年血泪史啊，第35集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亦都捧场啦。好。咁你谂起做咩未啊？飞人生活。拍咗啲嘢，咁啊睇下会唔会有用啦。咁啊，暂时未公布到。咁啊。可能禮拜五你做 morning glory 嘅時候，我想你去嗰個留學生血案嗰個現場裏邊喎。哦，嗰、那個咧其實就唔遠嘅，喺 Burnwood 都係華人區，咁我都知大概咩 location。咁而家咧嗰單可以講多一分鐘少少咧，咁其實咧
我哋喺華人圈嘅傳聞咧，就話其實就唔係自殺，係啦，就有機會可能係他殺。咁但係喺澳洲嘅警方咧，因為都係類似外國嘅一啲做法咧，就係、是、當有呢啲所謂叫兇殺案或者自殺案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即時採取一個judge， 即係話呢一個係乜嘢乜嘢，通常就係話淨係話俾你聽，有人死咗 ，OK， 有個跳咗落嚟。咁死咗幾多人？咁就個新聞就冇其他噶啦，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人就講話，當晚咧就應該係傳出係有第三個人係喺現場嘅，咁樣咯。咁啊，超哥，可能期待你呢個雪梨奇案啦，超哥雪梨奇案同埋超哥講鬼故啦。係啦，有機會可能我都會去嗰度，但係嗰個要準備啊，因為而家都仲係好少資訊嘅，因為。即系呢边嘅即系媒体系咁样嘅，即系佢唔会讲任何嘢嘅，系啦，费事影响咗呢一个嘅司法啦，吓，冇错啦。星期咧，我哋未有任何嘅呢一个嘅钱银嘅赞助嘅公布，因为点解咧？我录影嗰阵时咧，汇丰嘅银行咧个网上理财咧就进行呢一个嘅维修，咁啊暂时未有数据一次出嚟，咁啊即系仅此抱歉。咁但系今个星期嘅捐款唔系多嘅，咁啊即系都同大家保定底。咁啊，今个月八月份我哋筹集翻嚟嘅钱咧，应该我惊就未必储到可以上个月，我系有成7万元啊咁多，应该就今个月就应该会比较少啲。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即系希望尽快我哋可以筹集到我哋嘅资金，喺依下半年攞到30万系嘛，即系顶住个鸡头可以继续去营运到2025年。啊、希望大家早啲多啲幫忙，因為而家啲 YouTube 真係流量又差啦，咁同埋嗰個嘅收入又少啦，成日都紅標啦。咁你香港奇案，我哋出嗰啲嘅背景音樂，原本都冇事嘅，突然之間依兩集就全部紅標，一蚊都收唔撚到。我哋轉音樂，咁啊叫咗阿喬轉啊，佢又唔撚記得，咁一又公開譴責下佢，唔撚使出糧啊佢就係、是，真係唉。啊屌啊！你班撲街睇何生何太，真係屌你老味，真係難搞。好啦，咁下個禮拜希望一次過報曬俾大家睇啊，即係依兩個禮拜嘅依一個嘅數啦。咁啊，到時再記大家啦。OK， 咁啊，超哥係嘛，你做翻好你嘅依一個飛人生活啦。咁啊，近排有冇啲咩嘅嘢要同啲網友傾啊？客服服務部嗰度係提一提大家嘅嗱，而家Facebook 登入咧都係未 fix 到啦。咁啊嗱，有一個網友就。都話喂登入唔到，登入唔到。咁我話喂，你可唔可以用 Gmail？ 咁我諗佢因為之前咧係定係做咗個登記咧，淨係用咗個最簡易嘅 Facebook link 去做登入。咁所以咧，我喺後台咧只能夠咧就係要等我哋嘅 IT 部嘅同事，佢因為佢都係義務幫手啦。咁所以咧，佢要有陣時可能得閒咁先幫你將個account 就係轉翻做 Gmail， 咁佢俾曬資料我嘅，咁我就俾咗我哋。總之好簡單啦，講快啲啦，就係、是、總之幫你搞掂咗之後，你停咗幾多日登入唔到，我補翻俾你啦。得啦，係啦，算啦，係啦。咁跟住 PayPal 嗰度記得就係我哋有 PayPal 嘅，咁有啲人就話PayPal 用唔到點點點，咁我就再 show 一次我哋 PayPal 個 account 喺我哋節目呢度啦。咁你可以用我哋 PayPal 個 email 咧。就去俾錢我哋嘅，俾到嘅，冇話俾唔到嘅，係啦係啦係啦，俾到嘅，一定俾到嘅，俾到嘅，咁啊，即係我哋依一個加拿大嘅網友，亦都可以 e-transfer 俾我哋啊，超哥俾埋我哋 e-transfer 嘅資料出嚟啦。係 ，OK， 得，冇問題。好冇，咁啊，加埋落嚟俾大家知道啦。咁啊，我哋依邊都好靠大家嘅一個嘅支援啊。咁啊，如果唔係我有錢都冇去拍嘢。OK， 好啊，今日梗係咁多啊，爆標啦。好啦，咁啊，OK， 好啊，下個禮拜見大家啦。拜拜，再见。嗯 ，OK，OK，拜拜，拜拜。